对，谁在吵架？对，他已经变成蝴蝶。是啊，变成蝴蝶。王宝琴，你这跟青蛙撑雨伞啊？他帮你撑伞啊，怕你晒到了，对不对？弟弟，你要不要去跟青蛙撑伞？等一下，你要清鱼鳞啊，因为这里全都是淤泥。真的、哦？自己下去看啊。好。快看啊、哦。好。你早上换了衣服没有？三。哦。你在三二一什么？一。弟弟，过来。你过来好不好？你们喜欢这只青蛙哦？我怕会晒到。啊，弟弟，你要干嘛？